时间匆匆啊，一年又快要过去了。我们要感恩的是平安，更要感恩的过去的这一年成就了我们多少好事啊！生命的价值是为人间有付出，而且呢，更重要是那一份的虔诚。人生啊，假如呢，智慧福报，他就会面对了人世间，那就是一个生命在发挥了，以人间呐、啊，利益人间，有益人群的价值观。现在的开始，生命开阔了，而且呢，价值呢也开阔了。就如我们现在辞呈委员，还有呢，教莲菩萨、龙董等等，慈济的组织的系统里，无不都是呢付出，付出，而且精进再精进。刚刚在受证，有的年轻来到面前，上人，你的孩子等来呀、啊！今天有了好几位哦，好贴心，感觉呢，给我心里呢，真是有依靠，因为呢，这样的法之亲，要接法传法啊，怪因啊呢，有决心。应该呢，要挑起了如来家业，要发心，要为天下社会付出，这就是价值人生。这回我出门，一路往北走，已经到了台北了。都一次再说，要盘点生命的价值。过去走入了慈济，到底多少年呐、啊？记得哪一年你走进来的那一年，什么因缘进来？谁接引我？那我走进来了，我对慈济有承担什么？我还接引其他有多少人呐、啊？就如佛陀的说法品，还有呢传法，到底呢？一个人度起一个人，《华华经》说：“将多一个，再多一个，一地呢团五十个。”相信佛陀要说的，不是光传五十人，不是横面的传而已啦。还要深的传，那就是安尼算一代、二代、三代、四代、五代、十、二十、二十五代、五十代，这拢是要承担为天下众生
传佛法，还要呢深入人间。人间苦难，生老病死是苦难，还有呢人生啊，无明杂念，在无明中亲脚无明较轻的啦，困扰自己，自己呢无明啦，那浮躁就是由不得自己，总是呢被动，随着环境转，无明随环境转，那就乱了。所以佛法就是众生有烦恼病啊，佛法要医，就是法要医啦，需要用法深入他的心，那脑的导向要正确，所以说立心啊，多向健康，这就是佛法在人间的价值。时间就是累积啦，我们生命的价值就是爱去做。师父常常嘛拢讲感恩啊，我多一个国家都唔捌去，我永远拢守伫家。但是呢，伫外面呐、啊，菩萨呢在进行，在南比尼，我们有一群菩萨要为佛陀的家乡去帮助他们建设希望工程。我要感恩新加坡、马来西亚慈济人就这样的启动走去，慢慢的、啊、用一滴一滴一滴论时该论习起来，一块呢很干燥的土地，就是咱的心地，本来亲像这片干旱的土地，干旱呐、啊，土地人都必来了，碰到了慈济，慈济呢，及时给水的滋润，化水滋润，回土地可以把它布上种子，所以这几个月从今年开始启动，一直到现在，未来的呢还很长的路要开，要铺。还要呢不断引导更多人去走，走到了佛陀的故乡去。最重要绝对不是观光，是真正的回报佛恩，而且要从我们的正知见，那你正知正见佛法用在人间，一种的形象啊，带回佛陀的故乡，这就像弘扬佛法，弘法利生，慈济人自己的心地要耕耘，去耕耘啊，那爱去清净。把我们的经济还可以呢拨在别人的心坎里，让他们也有谷种可以成长。所以呢菩萨早生
就是自己爱奉教，咱都无法度呢，交换呢布施，这都是呢，我们要闻法，还要说法，还要传法，把法再回归佛陀的故乡，叫做转法轮，这呢，交换轮转再回佛的故乡去，所以。期待，这就是全部慈济人，就是要这样滑来接轨，一直接下去，这是我一生中的心愿啊！啊，心愿，爱人来力行。